他有说林清友刚拜码头啊。他说：“哦，听说你就是孙生妈妈。哎、欸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孙生妈狱中抽到一番赏，连千亿特来拜码头。哎，百万 YouTuber 孙生邀拳手老师尼克星参加他拳赛夺冠纪录片记者会，有没有？还是有一点的哟。”孙生最近的事可不止练拳好说嘴啊！以下本新闻竟莫名分四回合战。下一个目标，可是我现在没仇人了。拳击这项运动会有点壁虎，会大家会觉得比较精彩。怎么可能呢、啊？要晕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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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高潮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哎，吓一跳！这拳干嘛？有刚对练过啊，我那个小孙生超痛的。我觉得学拳真的可以防身哎、欸，像之前那个一番赏不是那个店长想要来抢盒子或者抢我的手机吗？哎、欸，我居然用前手把它抵在外面。抽气龙珠啊，康哥！哦，是哦。拍一番赏主题无数次的孙生，日前踢爆西门町万年大楼玩具店无良，一番赏作弊，欲藏最大奖的签，消费者花再多钱抽再多只都是烂货。我们没有在录，你真的不要这样子。真爱玩具，真爱公仔，刚好就在我眼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一番赏最开心就这个，当你花一抽可能300块。但是你抽到一个市价3-4千的公仔，一抽入股你就觉得哇，好开心，中奖啊！然后日本的一番赏就会跟你摇铃啊，然后大家会死过瘾哎，就这个文化原本是很开心的，被搞得坐牌。来了吗？这题来了吗？来了，就是祝福啊，都可以啊，祝福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爱情的那个、啊、道路啊。我不知道谁是谁，是同队的球员啊？哦，是哦，哇哦，酷哎，太酷啦！来了吗？啊，来了！即将要出狱了，9月、10月要出狱了，封印解除啊，所有店家要小心啦！他早上犯罪，晚上来丢赃物。一整天的行程监视器都拍到了。没有啊，什么包我都没看过，那个包忘记了。哎，你一辈子都这样啊，真的。真的啊，不骗你。那你也不愿意看医生。孙生的母亲有顺手牵羊的恶习，累犯不改，进出土城看守所像走自家灶咖呢。他有说林清友刚拜码头啊。真的假的啊？他说哦，听说你就是孙生妈妈。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但是我对我妈本来讲的话，我会打折啊，打到2折、3折。可是旁边有一个狱警，就是。好像有证实这件事，太梦幻了！你看连千一家长这样，像这样一盘大概20只，一只如果10千的话，这一盒就要8万，啊、哦，8万、16万、24万，所以目前你看到这一间大概价值差不多2000万。孙生妈应该很想去连千一家拜访吧？三立娱乐新闻，太酷啦！报道。